物，不跟你打了。小金毛，上！我们还没分胜负，也跟着好不好？听过这门功夫？当然没听过，我创的，没多久而已嘛。才创立不久，一门功夫多则十年八载，短则三年，才会有所成就。你才创立不久，不可能的。这些就是太极拳的好处了，一学就会。我这群徒弟个个都会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武当弟子。是。师父，抓两招太极拳。让逍遥前辈指教一下。是。小朋友们，想不想学？动作简单，强身健体，一学就会，一起练好不好？被地动拳打败的吗？你想不想学啊？想学我可以教你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连一个小孩子都能学的拳竟能打败我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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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师傅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受刺激过度了。为什么？他不相信自己会被这种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的拳法所击败。再加上武林中人向来只会把上乘的武功当成秘密，只传给自己的入室弟子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君宝居然大方地把太极拳传给所有的人，那代表以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败他了。你想想看，逍遥王不可一世，怎么受得了这种打击呢？他钻牛角尖罢了。太极拳易学难精，怎么可能人人都赢他呢？他要是想得通，他就不叫逍遥王了。那倒是啊。啊，
我打架打得太久，我老婆要杀人了，我回家了。如果这个不怕老婆呢，他就不叫一天行了。比你没有老婆好。各位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后会有期。逍遥王被张君宝以太极拳打败以后，不堪落败刺激，竟变成疯子，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。最后一次被人发现是在黄山的小路上，据说是要找寻武学秘籍。逍遥王已经被我们收拾了，这次真是天下太平了。天下太平？怎么可能呢？现在朝廷仍是奸臣当道，河山还是被金人占领，凡我热血男人都应该以还我河山为己任，收复领土为重担。没错，说得对，我们是应该商量一下国家大事，从今以后我们武当就做个源头，对抗入侵的外敌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张真人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我于连州一向独来独往，目空一切，可是自从遇见张真人之后，我就被张真人的武功德行所折服，所以我想拜张真人为师。拜师？请张真人成全。好啊，师傅，你就让他拜师吧，反正以后我们武当派也好多一个帮忙干活的嘛。对啊，你要盖新道观，新道观盖好以后我们也需要人帮忙嘛。啊，没错，我们武当派规模会越来越宏大，就我们个人而言呢，肯定管不过来，于连州书比我们读得多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主意的。做我徒弟没好觉睡的不怕，做我徒弟没饭好吃的不怕，做我徒弟没钱好赚的不怕。现在是他想拜师还是你们想拜师啊？我们也要做为师弟嘛。还不叫师兄？师兄。兄弟。师父。你哭了？不会吧。不准笑。哎，翠山和闪电呢？又去约会了？哎呦，哎呀，易前辈啊，什么时候改行做运货的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，是我老婆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拿过来给你们。前几天呢，我们在打逍遥王，我就把它呢放在客栈里面，一直到今天啊，我才找了张翠山过来一起帮忙拿的。嫂子送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哎呀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东西啊，他最近啊莫名其妙的迷上了什么植物改良，他花了3天的时间啊种出来一大堆这么大的土豆还有芋头啊，要我一定拿过来给你们吃吃看，这一路上拎得我要死啊，他实在太过分了。他不过分，你过分。我过分？这样都愿意拿，你过分蠢呢。我不得已呀，我如果不拿，我的耳朵给他捏下来了。喂，大家笑笑算了，你笑什么你啊？你马上跟我一样了。喂喂喂，你干嘛扯到我徒弟头上啊？自己告诉大家吧。我跟闪电就要成亲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啊，你们的心情我了解，有时候结婚就是一时的冲动，如果想的越多反而结不成是吧？对啊，成亲以后不会像你一样怕老婆。你说对不对啊？是吗？过去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相敬如宾。这还差不多。你看吧，我说的没错，大家都一样。是啊是啊。哎，选好日子没有啊？没选好的话就过2天，顺便一起庆祝武当派成立1周年，好不好啊？好啊。恭喜恭喜啊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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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恭喜恭喜恭喜。金宝，我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，真是替你高兴啊。我功成身退，该回去了。不会吧，你每次都是来匆匆去匆匆的。我其实也想多留一会儿，可是你知道的吗？有空来看看我啊。
当然了，我走之前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嗯，缘分呢常常是不等人的，有时候错过了一辈子不见得会再来第二次，找个时间去把思聪找回来吧。嗯，好了，各位，我先告退了，后会有期。师兄，师兄啊，又拿着手帕在一旁发呆了。大师兄，多事，你喜欢人家就跟人家说嘛，以前我们也劝过你。多事啊。哎，大师兄啊，你好奇怪啊，你本来不是说要放弃的吗？怎么又拿着手帕来想人家？嗯，我知道什么事。首先呢，大师兄看见冰姑娘和易大侠成亲了，又看到翠山和闪电爱人卿卿我我，他又想起了林姑娘的事，对吧？喂喂喂喂，你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儿，麻不麻烦啊？哎，大师兄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不是我们麻烦，我们这帮兄弟都是为你好。你想想看，这世间最苦的是什么苦？什么苦？相思之苦。哎，大师兄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都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。说什么不说什么我们不管，林姑娘马上就要走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她走了以后你只能拿着小手绢在这发呆了。哎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男欢女爱，卿卿我我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大师兄你不要再害羞了，你大师兄加油啊。林姑娘，林姑娘。宋大哥。林姑娘，什么事啊？你还没跟我说再见呢。那再见了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药王谷找冰心和小蝶姑娘学习医术，然后我就回药楼替人治病。哎，我可不可以陪你一起去？陪我一起去？为什么？我可以照顾你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，不用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喜欢你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走了我一定不开心。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办。林姑娘，你让我照顾你吧，你能不能接受我？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好，人长得又不帅，武功又很差，头脑也不灵活，可是我是真心的喜欢。谢谢你，你这样对我我真的很感动。那其实你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差，你是我所见过的人心肠最好的。真的吗？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你。宋大哥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宋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是我痴心妄想。宋大哥，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去药王谷学医，如果你能等的话，在药楼等我。林姑娘，你能等吗？能，我能等你一辈子。
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说过要和我成亲的。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不觉得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太快了吗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快跟慢有什么分别？如果要成亲的话，也是早晚的事啊。可是你连我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。不是叫闪电吗？闪电是逍遥王给我起的外号，我可是有名有姓的。我喜欢的是你的人，你叫什么并不重要，你叫闪电也好，太阳也好，打雷也好，我还是喜欢你。你真会哄人。我哄你是希望你快乐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真名是什么？那你要不要知道？你要不要说？你要知道我就说。好，我不跟你争，你说吧。我姓殷。不会叫素素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就叫素素。你知道吗？我小的时候啊，梦到一个女人，她叫素素，我跟她成亲，原来就是你呀。骗人。真的。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女人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？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一个经验，我以前不懂爱的事情，现在我懂得怎么去爱人，怎么去接受别人的爱。我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好了没有啊？不要动。马上就好了。好端端的画什么像啊？武当派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，以后留一张画像让后人敬仰一下。你师父我又不是沽名钓誉之人。哎，这不是沽名钓誉。哎，不要动。让后人以你为榜样。不要动，马上就好。你画快点行不行啊？喂，事隔七日该刮目相看吧。在天牢里的时候啊，整日练画像不会错了啊。一会儿就好了。快点，我今晚要早点睡，明天一早要起来。哼，去哪儿啊？阴风岭。找秦姑娘。什么？找秦姑娘。什么？找秦姑娘。对啊，练武就不见你这么聪明啊。那我会不会多一个师母啊？八字都没一撇，希望是。好了，画好了。就要这个表情，发情了，要这个表情。请问一下，去阴风岭走这条路没错吧？前面山路左拐，一直走就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听见你们庵堂今天钟声敲得那么密，有喜庆事啊？我们今天这里举行剃度仪式。好，谢谢啊。蓉蓉姑娘，蓉蓉，蓉蓉，蓉蓉。
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领悟说不出来，生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写不出来，天涯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，头发花白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少的容颜，什么时候想不起来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可以明白写不出来，是是非非分不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要相爱，相思有海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，孤独不哭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，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，孤独不哭不在乎，才不会为太清楚反而迷路，我越盲目，孤独不哭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，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，孤独不哭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，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，孤独不哭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完结不复，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，我越盲目。
蓉蓉，施主，佛门清净之地，请你自重。你先别走。凭你已是出家之人，请你不要这样。你为什么那么做？凭你罪孽深重，愿以余生之年诵经念佛，已是罪过。为什么你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不负责任？尘世间的事情已与贫民再无关系。你这么做不是赎罪，是逃避。阿弥陀佛。你可以出家，可是出家人是为了修炼而出家，不是为逃避而出家。你尘世还有很多事未了的。有些事情是不能解决，你没有办法解决的。凭你定力不足，无法在尘世渗透佛理，所以来到这佛门清净之地进修思过，求施主成全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你真的不再留恋世间的一切？既已出家，就不再留恋。连我都不留恋。凭你亦是出家之人，你不爱我吗？爱恨俱是虚幻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既然是空，又何必留恋？
大哥，你一直在我这儿，你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嗨，他现在哪有时间不高兴？他现在白天要教别人打太极拳，还要行侠仗义，到了晚上又要写书又要看书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哎，那你是他的徒弟，你就不帮他一下吗？那我要是帮他的话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没关系。你不希望我来？不是啊。这么说你希望我来了？哎，你真的希望我来啊？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天天来？这里是不是有大夫？外国人。我是意大利人，来中土弘扬神的教诲。哦，这个我倒是听说过，最近有很多外国蛮夷来我们国土弄什么什么神，搞什么什么鬼啊。不是鬼，是神，是慈爱的神。哎，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？我在中土已经待了十年了。啊，你刚才说你要找大夫对不对？嗯，我就是大夫啊。你就是？嗯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全身都不舒服，能不能不吃那些苦的药？我好怕吃你们的药。良药苦口。不成的，我一吃就会吐，结果一滴药也吃不下。没事，你就让我看一下吧。你是脾胃失调，不想吃东西，而且很怕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怎么办？你不想吃苦药，对不对？我不吃苦药。那你怕不怕疼？疼倒是可以忍受。那我给你来一个脚底按摩的方法。宋大哥，嗯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帮他洗一下脚？我帮他洗脚？你忍耐一下啊。好舒服。大夫，你的脚底按摩真厉害，能不能叫我让我推广出去？没问题。有问题。喂，你教了他以后，以后就没人找你了。宋大哥，当大夫的首先要有行医济世的精神，不能这么自私自利，唯利是图啊。金神父，你明天过来，然后教你认识一下脚底的穴位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喂，你不用去传你那个神的旨意吗？神让我能碰上大夫和你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今天是我们峨眉派的开山大典，有请掌门。自从秦姑娘出家当了尼姑之后，我不开心了好一阵子。后来我想通了，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，人世间的聚散可能真是有命运在安排。想着想着也就化了，连自己也都做了道士，不修边幅，人们还叫我做邋遢道士。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，我不是很邋遢吗？我喜欢人家叫我张真人。能够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是很容易的。后来我自己起了个外号，叫做张三丰。三丰是我三个愿望：第一，希望秦姑娘生活过得丰足；第二，我的这些徒弟们个个营养丰盈；第三，普天下的人都有丰盛的生活。至于我几个小徒弟呢，他们过得挺不错的。
蔡妍练了一身功夫，在江湖上闯出了名堂，挺威风的。连州书读得最多，又有爱国热诚，去从军打仗，还做了救国英雄。远桥就跟林姑娘成了亲，几个师兄弟中就属他最开心，可能他这个人最钝吧。松溪本来资质最差，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学太极，还学得不错呢。讲到翠山，翠山是我那么多的徒弟中最聪明的一个，武功又高，人又帅，老婆又漂亮，在武林中可是最有名的一个，羡慕死我了。除了他们五个之外，我还收了两个入室弟子，一个叫陌生谷，一个叫殷离亭，总共七个人。在江湖上大家都称他们为武当七侠，行侠仗义，警恶惩奸。他们在江湖中都成了大名鼎鼎的英雄。张三丰死于明朝洪武十七年，享年149岁。他的事迹都是后人杜撰，无史书记录，难分真伪。唯一公认的是，太极拳确实由张三丰所创，这也是他留给世人最丰富的遗产。朝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领悟，说不出来。生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，写不出来。天涯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？头发花白，随雪